叫大飞开一下车门，我来拿着，你去拿一下钥匙嘛，我自己拿着。距离太远了，你去拿一下钥匙嘛。好，开了开了，来来来，来你来拿着拍一下，我来拿。我拿哪只手拿呀？没有手拿。我就少拿一点嘛，反正生日会的时候还要让他赞助一下。把车开走，我操！几盒？2、4、6、7盒。哎哎哎哎，抱不到了，抱不到了，鼓的吧。哎呀哎，对，都是土豆粉。土豆粉啊，不是火锅吗？哎呦，哎哎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哎，算了，不拿这么多了，少拿一点，太多了。车开走，把今天的工钱和那个广告费结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就是广告费了哈。工钱呢？我就拿了5盒哈，你们千万别说太多了，我是只拿了5盒哈，因为刚拿不到了。牛肉的好吃没得啊，大飞抠得很，牛肉的抱在怀里了，全部抱在怀里。我这边开一下呢。